今天的馅饼是白菜胡萝卜。面醒半个小时呢，是，那你们开始做饭，把馅弄好。轮不轮完呢？还几个？啊？轮多少了？这是啊。啊。轮挺好啊。轮子稀碎呀，这是。轮吃就行啊。传说中的轮粉皮呀、啊。整好了没？我把点小块。哎、嗯，你说凉透了吗？行，凉透了就是没凉，咱就是就装忙烂补了。行，这把去。切了。那等粘一堆香。不能。那就不好了呢。切了。凉一会儿，只要时间短了，它就切不下来。嗯，帅。不用了，够了，这饼是不是大了？嗯，这还得擀一下了。嗯，面醒的吗？你醒的吗？嗯，这小面不够，弄点酒。啥呀？使劲啊！使劲，大嫂。小鸡儿下蛋了啊！小鸡儿，小鸡儿都下蛋了，太脏了。馅饼，馅饼，大眼睛。酒盒子呗，酒盒子啥馅儿？白菜馅儿。你整饼，你得馅儿是得水不水不，你看它清晨啊。嗯。没事。哎，起来了。盖帽。有点油啊。有点奶油，快点奶油。哎。大辣椒油吧。多少量辣椒油？妈呀，能不能干？凉拌大粉皮。不，你尝尝看，行不行？说啥？嗯。要吃个油饼啊？能不能吃了这个大张？那张吃不了。啥馅的？肉馅的。我还吃了个油饼。不是。俩啊。可以闻着。嗯。你要碗吗？来。来馅饼啊！馅饼怎么样，儿子？好吃不？好吃。我来馅饼。这馅饼。凉菜。凉拌大拉皮。啥整的？跟白面蒸，跟那个淀粉。